期间你会去宋姐，你看 WI 设计奖近年度建筑巅峰论坛。单总，设计师到了。谁让你选这个品牌的？请离开。自我介绍一下，宋宋。单总好。林磊，叫保安。我看你身材没怎么变，三位应该和之前一样吧？老板搞清楚，我们分手已经很久了。分手不是还能做朋友吗？这么傻的问题你也能说出口吗？我费尽周折把人给请来，你给这么个脸色？你的账我等会再算。欢迎回来，后会有期。怎么见到他你心绪难宁了？出去。设计稿已完成，你通过一下微信，我把图发过去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一起吃饭，我把事儿给叫上。你也是一中的？太巧了。装什么装，你明知道他是我前女友。宋宋，我们不可能，朋友也不可能。等了半天没车，多谢啊。你再盯着我看，就把你扔下去。你也知道，我一直想当服装设计师。我现在还随身带相机呢。我练英语都快练吐了。你不是爱吃巧克力吗？我给你推荐一家餐厅。善琳，我们还没完。宋宋，高一那个转学生太帅了。拍别人我不管，我的删掉。善琳，你还敢动手了是吧？一中一姐，失敬。你不会以为我叫他们打你了吧？你在这儿生什么气？还不是自己不够瘸，要断就断干净了。你看那儿。宋宋，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。善琳，你刚是不是叫我名字了？你想我叫你学姐吗？你跟吴哥一样的，叫姐姐吧。做梦。我们是设计师，山林，你要是不介意，以后你的衣服裴卓可以给你设计。我很介意。你把我拉回来干嘛？我不觉得你站在那儿有用。我是凡哥，宋宋怎么会晕倒？我看你都觉得是浪费时间。他只是疲劳过度。谢谢。山林，说你是弟弟你就不高兴了？弟弟，宋宋，你玩我？那不当弟弟，当男朋友的好。善琳，我是没心情管你死活。你在外头有什么仇家，那是你的事，别连累我姐。宋宋没跟你说吧？我们全家都要去美国。你要真为他好，别挡他的路。不用等我，我们结束吧。宋宋的创意我欣赏，但他跑题了，不用剖析我的个人想法，并不客观。这一点上乔飞卓做得更到位。我笑感我自你真的想毁了我吗？我怎么会想毁了你呢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不是在跟我说话吗？是，你一再的向他低头，他值得吗？他值不值得你应该很清楚。你可能都分不清你是真的还爱他，还是在执着过去。是谁在执着？我觉得不好下结论。毕竟，当初是他找到你，给我投了第一笔钱。是这场空，暗示你知。
山林，走到这个地步我也累了。如果我害怕七年前我就会放手，你不愿意告诉我，我可以不问。我想总有一天你能把我当自己人，跟我说一说。你做不到这最后一步，我也没法逼你。那如你所愿，我可以。善林，总有一天我要你自动扒光了，心甘情愿让我拍。我不喜欢主动联系别人，但你不是别人。别人看我都觉得我犯贱，可如果他对我没有感情了，我绝不会死缠烂打。苏苏，那就结婚吧。我要走了，所以你舍不得了。你爱我，就像你一直都知道我爱你。后面半句再说一遍。你一直都知道我爱你。最后三个字再说一遍。我爱你。姐夫，送你一只野百合，好好待它，不然老子弄死你。我想悄悄爱真巧爱上我，总会悄悄回头再往前走，将我的心回首当这几年了，为什么还有那些放不下，自以为的讨论着，假装自己快乐。 I hope we are not too late, I hope we are not too late。 我好想好好重新爱上我自己。 Comes again，心跳它是证明，证明我还能有勇气追寻。穿过山，山里的阳光遮掩我散心，你是我想留住的记忆。Say goodbye， 看着前方的路像坡顶绚烂，让我为幸福停下。是证明，证明我还能有勇气放弃。转过身，是你的拥抱指引我前行，你是我最珍贵的。